频繁出现若隐若现的心跳。对于招鬼经验异常丰富的我们来说，一定是有队友在附近遛鬼。医生到店，即将盘开的电机和队友倒地位置，也保证电机可以盘完。我们还能在半血前赶到队友身边。估计小豆同学怎么也想不到，有人倒地的情况下还会把设备当做目标吧？虽然搞不懂监管到底什么套路，但原本应该第一个上映的人，因为对方的决定就逃过一劫。接着电机。小特同学到店，那像上次幸运的事情就不可能再发生了。对方直接送小特同学上演，队友救人，我们盘电机。两人从楼下追到楼上，又从楼上追到楼下，再次忽略了倒地的医生。运气一旦好起来，对手都被路人甲。我们副队友看到医生接下来遛狗的下一把，也就是说反过来，这次小特同学变成了安全的那个。帮队友争取时间，走你。其实对方把能拉气球但不敢拉气球表现得淋漓尽致，一个镜头率先带回这个状态。那被追不可怕，身边的板区正好给了我们一个拖延时间的机会，我们想办法让他在板下学员。位置可以啊，赶紧开板。既甩掉了监管队友成功自愈，但小特同学被抓后盘电机变得开始困难了起来。聊聊啦，毕竟不能同时追两个人，吃下一道后，我们理所当然就变成了对方的下目标。见过这种，那队友成功盘开了最后一台电机，我们再一回到离大门远一点的地方溜他。面对疾风吧，再见。